分分见人性，秒秒是关键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应小薇，欢迎收看关键时刻。最近在台湾最轰动的社会新闻大概就是南回铁路搞鬼案了。一件铁路意外事故，却没有想到牵扯出可能谋财害命的阴谋。其实相同的事情也曾经发生在两年前，两个嫁到台湾的越籍新娘却先后意外身亡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两个故事的背后有没有什么可怕的阴谋论？关键时刻我们一起来关心。我即摆赶回来，后边才陪你算啦吼。袂用钱啦，哦，你赢钱呢，你赢钱就要走，剩阮三个，我毋着三间欠一卡，我要找谁？无啦，阮厝真正出代志，后边才陪你算，歹势啦。阿星啊，喂，吼，这个阿星啊，我走就走，实在够无意思。阿妹，阿妹。下面走，好。
关太太，派头是几点入来？迄个时阵，你伫咧创啥？迄个时阵，差不多是九点外。我洗好身躯，要来走卡。我听到电话哩亮，派人用用甲我红棍在调调。王太太，你看起来敢若是……哦，组长，阮某吼是越南人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啊。你敢有看到歹徒是做啥物款？无啊，伊甲面牵条条，我刚才看到伊两粒目睭。那呢？这支手杆？我就是用这个拍的。王先生，请问一下，迄当阵你人伫倒？迄时阵，我伫朋友遐咧拍麻将啦，啊，我有敲电话转来啊，啊，阮某接起来，啊，就挂掉啊，然后我搁伫敲入来，就敲袂入来啊，我感觉怪怪的，我就挂断来，啊，才知影出代志啊。所长，现场并无采到可疑的指纹，啊，不过门锁已经歹去啊。正判断歹徒应该是将门锁创歹了后，鬼大门入来。照现场的情形初步判断，这应该是一件真单纯的抢劫案。你敢有清点过财物上有啥物损失吗？哦，那像旁边一条破链，啊一卡手指，啊搁有遐。阮会将一挂相关的证物，啊搁有一支啊手杆哦，阮会查转去。假使讲你有啥物发现，请您随跟我联络。好，阿文、小张，是。查明，多谢你。张经理，你来。张经理，我有重要代志要向你报告。你讲。这边受到股市的影响，公司伫东华所投资的纺织厂拢倒了了。只要公司的财务报表看来，干阿顶这边的损失就差不多两亿外。你若唔较紧想办法去解决，我看我这边的董事会。你这个总经理可能会用话，你放心啦，这件代志我知影，我会想办法弥补这边的损失。好啦，既然总经理这么有信心，那呢我就歪结果。多谢，你去问。小姐姐，不多一杯茶给你。请您坐。您也真无细腻，这个手链啊答应分到的，你若不是我捡到，这条手链啊变成警察破案的双子。歹势啦，阿兄，
啊，我就我咧想啦，怎样要弄你啊？是的啦，阿兄，啊，枉费你安尼苦心的计划，啊，昨暗哦，我一紧张，迄门锁也袂记咧破坏，啊，破铃甲手机也袂记摕走，实在足失礼呢，代志无阿咧完成。无要紧啦，你莫囥咧心肝头啦，人啊平安上重要。阿兄。啊，听你安尼讲，我愈歹势呢，我实在足无路用的啦。三八啦，啊，咱是亲兄弟啊，你是讲啥？害人吼，本来就有失败风险，这边无成功，后边才找机会。啊，不过这边引起警方的注意，咱后边若要下手，都要较细腻，咱来收起来。哦。阿兄，你放心嘛，以后吼我会较注意啦，而且吼。一定会成功的。好，真好。好了，我代志我来做了。哎呀，我找你。哎，是。天明。嗯。伊是谁？哦，伊是我阿兄啦。阿兄，我介绍者，交女朋友心仪啦。真水。无代志我来做了。孙娇。连烧酒醉啦，啊爬楼梯时不小心跌落来啦。这么无细腻。对啦，你当初见阿兄，我哪不知哈？啊，你甲伊生了一个妈妈无共。是安尼啦，伊哦是我港北购物的阿兄啦。我还讲哦，人伊哦是伫大公司做总经理呢，啊因为平常时阮两个人哦，哪安尼见面啦？总经理，阿姨奈无叫你去伊公司上班啊？你敢会想真多哈？我是坐佚佗人呢，真正叫我坐办公桌啊，我阁坐袂惯势嘞。你吼，真正足无路用嘞。对啦，啊恁阿兄来找你要创啥？拄只伊看到我，也无讲啥就走啊，你着感觉足奇怪。你较奇怪嘞，疑神疑鬼。对啦，是，我来讲哦，啊较早你有定笑我讲我赚袂着钱。过几站啊，我就要好去啊！到时阵哦，我阁买一只啪哩啪哩的车，才去兜风，啥款？兜风？嗯。我看哦，你是在发疯啦！我哦，才袂晓想嘞。除非你去抢银行。你莫胡白乱想啦！规定哦，你莫问遐尼多，到时阵哦，等分钱就对啊啦。本钱哦，本咧足久诶。你是阮男朋友呢，拄则我嘛讲过啊，拄哦，你去抢银行。唔对哦，万一你若真正去抢银行，去互警察抓着，那呢，我后尾是人是要靠啥？我唔管，你即马着甲我讲清楚，若无吼，今仔下啊，你着免想要甲我上面床。哦，诶，恁查某王是在做女诶呢？哎，好啦好啦，我甲你讲啦。我跟你讲哦，这件代志除了你以外，别个都别讲了。嗯。还过记得顶个月我欠恁个何秋丹的百外万，结果何平个人拍差点仔无用啊！这件代志无？会记哩啊。迄个时阵啊，我因为走投无路，所以只好请我阿兄斗相共啊。啊，因为我阿兄哦，已经拖到人跋脚啦。原本我想讲一定不爱睬我，结果想袂到，伊是出面哦。出手足大方的呢。阿明啊，阿兄，这五十个。阿兄，多谢你呢。今日哦，万一提起笔钱来我求，我恐惊已经叫何秀丹呢，搞我不死啊！你放心吧，阿兄，这笔钱哦，等我以后有钱，一定会用你啦。啊！你家借钱当时，你放心啦，我袂叫你还啦。啊，不过有一件代志，我爱你甲我斗相共。听候代志若办成了，我会阁予你500万。啥？五百万哦？啊，是啥物代志啊？去甲我抬一个人。
害人。阿兄，你把关上就好我啦。阿你小弟哦，虽然是一个乞头啊，要无到今嘛，我嘛太过人呢。假使万不利来叫警察抓去，我死人下天内底苦呢。阿你这个紧张啥？咱是亲兄弟呢，做你做大兄的，敢会报一条纸予你行，予你去坐家上？这一切计划拢是周全的，警方绝对抓，就是套动我才叫你来。阿兄，那呢？你是爱我太像啊？林阿嫂，啥？阿嫂，你听不过阿兄？啊！恁阿公母两个人平常时咪做恩爱，啊！恁奈想要，这嘛是无法度啊。毕竟我的公司财务上发生什么困难，需要足大一笔资金来周转才会使。阿兄，唔对咧，我去阿嫂敢若无钱，啊！你台有啥物路用啊？你当然嘛是无钱啊，啊！不过我已经替伊投保足侪保险公司的意外。伊若是意外死亡，我只要拿保险金退了，我就能替阮公司渡过这个难关。是安尼哦。以前点嘛，拢是阿兄替我处理的，连我小陈的这件代志，嘛是替我解决的。我的工作是不当阿兄的面前。阿明啊，阿你是想啥？无啦，我是想讲吼，阿平是阿兄对我尔照顾，所以这件代志哦，包在我身上无问题啦。安尼才是亲兄弟啦。我去朋友拍麻将，厝内剩恁阿叔一个人。趁生意过的时阵，甲太甜。那呢？敢袂去发现？袂啦！你甲恁阿叔太甜了吼，甲伊厝内吼，无乱七八糟安尼啊。阿哥，这柜仔内底，这柜仔内底吼，一挂破烂手纸啊，拢甲摕走。阿哥，刚好厝内那是掉石头安尼，啊去予主人发现，然后主人叫杀你袂叫。阿哥，手头一定爱断。是，阁上重要一点，你要离开晋城，迄厨房有工课，提工具啊，把这门看好，哎，安尼才袂引起警方的怀疑，安怎？好，全部的过程半点钟才完成，我半点钟后就回来。半点钟完成啊？好，半点钟。代志吼，就是安尼啦。想袂到恁阿爷看起来人忠厚老实，心肝竟然这么凶，连家己的某拢要杀哦。当作是我听到的时阵，我嘛惊一个啊。阿明，恁阿爷心肝这么歹，我看哦，你莫去替伊杀人啦。也做我愿意哦，也不过我刚才想到我欠了何叔丹的遐尔侪钱。告诉我行不出来，我叫人剁下手呢。我无答应我阿兄杀人，我听到都我叫人杀啊啦。欠何叔丹的钱，咱等另外搁想办法啦。想办法，够遐简单哟，百外万的，是咩行啊？我看除了跟我阿兄合作以外，
我看是无其他的线啦。你那样嘛足奇怪，要杀人请杀手就好啊，竟然搁叫家己的亲兄弟动手。哇，你有够刁滴的呢！我若无听我阿兄杀人，你敢无代无志，家己分我？哎，好啦，你莫烦恼啦，吼。哎，你听我讲，我阿兄哦做代志，伊上真认真滴的，该合作绝对不出代志啦。等下我将我手抬掉，只提到手，咱两个来做个逍遥，吼。希望代志会当亲像你讲的遮顺利就好啊。阿妹，你是咧想啥？我咧想昨发生的代志。即马台湾的治安遐尔歹，我感觉足恐怖的。对了，这个代志，无怪你会惊到。但是，我即马只要一睏，我就会做恶梦，梦到有歹人要害我呢。我足惊的。你免惊，咱都已经报警啊，我相信歹人哦，袂搁再来啊。咱真实嘞，当然嘞啊！啊，对了，阿妹，我最近公司哦较无闲啊，听我公司代志处理好了吼，我找一下时间，我带你转转啊，看恁爸母，先送咱去佚佗转啊，安尼好无？你讲的敢是真实嘞？当然嘞啊！我会记哩吼，咱去年转越南的时阵，恁爸有讲要甲故事翻翻嘞，我想讲趁这边转去吼。我摕一笔钱给恁爸啦，直接把旧事翻到新，也算咱进入了好心啦。但是，你对我厝内底的人遐尼好，我真正足感动的。我会当嫁予你，我才幸福的。你若安尼讲，我安尼做是应该的。啊，对啦。你今仔日加班这么晚才回来，你爸都有点紧要吼，我来去煮宵夜你吃。免啦，我跟你讲，你这几天的面色这么差吼，你这是来请假，你在厝好好休困，知影无？我袂要紧啦，你稍等一下哦，我连面都煮好啊。这袂用伤久的，我阿你讲几个话，你一定要记。是，我已经查过啦。阮某伊明仔载免上，我会叫伊开车去甲摕物件。我阿你制造一个交通意外。交通意外？这是车的钥匙，这是麻醉药啊。你甲这麻醉药倒在手巾仔顶面，听候阮某若上车了。你用手巾啊，来按咧嘴，安尼无偌久，伊就会昏去啊。阿兄，我知影啦，这边哦，一定会成功的啦。搁刷落来，这是上重要的。听候阮某昏去了后，你就直接把车开到山顶，找只洞来，把车停在边啊，把阮某扶去驾驶座。然后你落车，把车塞落洞。你那遐嘛足奇怪。要杀人，请杀手就好啊！竟然搁叫家己的亲兄弟动手。阿明，你阿兄情况这么歹，我看哦，你莫去替杀人啊！啊，我咧讲话，你是有咧听无啦？有啦，我有听的啦。你是咧想啥？无啦，啊，我是想讲，阿兄，啊，这个代志，你为什么不直接找外口杀手来做就好啊？
为什么找这小弟来动手呢？哎呀，我只凊彩问问尔，我无其他意思啦。我跟你讲啦，我若找外口的人来做，总是有证据来到人的手，风险较大着。而且我无相信外口的人。你是我的亲小弟呢，我若交代给你去做，我靠放心吗？我相信你袂害我啦吼。那当然啦、啊，阿兄，你对我遐尼好，你放心嘛，我袂出卖你的啦。我看你是压力太大啦，真系受东受西啦，别想我济啦。等下代志若成功，我要给你500万，绝对给你。你看你，规工家财甲人冤家上，你为什么唔加甲恁哥哥？好我读书，我乃生甲你这种了不起，我看吼，你这世人叫干。阿林来者，你听呢？啊，你看你，规工上，等下爸知影。干嘛？好啊，莫阁念啊啦！爸爸，阿爸哦，我阁无咧惊伊咧。阿兄，你自细汉就老读册，阿爸一尴尬就干那遐学好你，无通像我，只不过是一个细伊阿囝尔。阿爸将来哦，毋捌我好面一块过。阿明啊，我不准听你讲，你哪这么无自信啊？啊，本来就是啊。好啦好啦，阿兄。你要白了讲苦劝，规日这世人哦，莫注定哦，爱做一佚佗人。好啦，我跟你讲，有我支持。阿爸，看起来你甲我拢去互阿兄骗去，你根本就毋是啥物忠厚老实的好人，伊才是一个心肝上恶的歹人。嘛足奇怪，要杀人，请杀手就好啊！竟然搁跟家己的亲兄弟动手。我跟你讲啊，我若找外口人来做，总是有证据留在人手，风险较大着。而且我无相信外口人。你是我的亲兄弟呢，我若交代给你去做，我靠放心吗？是我啦，天星哦，什么代志啊？是安尼啦，我咧阿兄婿啊哦，订一副西装，本来是讲明仔载要穿的，啊，我想讲哦，下班的时阵去摕，啊，不过今仔公司足无闲的，搁爱开会，行袂开脚啦，你用开车去甲我摕无？好啊，开除哦，我即马也变上课啊，我即马就去甲你摕哦。无麻烦你哦，我咧讲哦，开车较细利哦。我知影啦。兄弟的恩怨，到今仔为止。
所长，所长，啊，阮阿妹是安那？你甲冷静，好，才先坐。好，恁某出车祸，已经过身啦。李凤霞，阮某出条死啊！他没事啊，不行行，小林姐，来来，姐姐讲哈。啊，还有一件代志，我要甲你讲，就是阮警方赶到车祸现场的时阵，发现这个蒙面歹徒嘛死在恁某的车顶。阮怀疑，伊真有可能就是进前走去恁家偷着物件迄个贼仔。黄先生，你看相片的表情，敢那袂输去色彩？不，我唔捌你。我唔怕你，这个贼啦，可能是为着抢劫才抢这台车，啊，不过却意外发生车祸，这其中哦有真大的疑点。什么疑点？阮警方发现这台车的挡仔油已经被人放掉，所以阮怀疑，敢那是有人已经事先知影这摆的抢劫，而且故意设计，连这歹徒要做些害事。谁会这么凶？阮某的个性足单纯的，无可能跟人结怨啊！谁会去害死伊？唔对啊，那台车本来是我咧开的啊，敢讲是要害我，才去害阮某？这嘛是有可能啊，方先生，你亲身想看卖啊，不像可能做出这款代志。我是正正当当的生理人啊。伫咧商场上吼，难免会甲人结怨。啊，毋过甲我做生意的人遮尼济，我想袂起来是倒一个呢。你想袂起来嘛无要紧，这件代志阮警方一定会查清楚。安尼就麻烦你，你一定要找出凶手，安尼阮某才会瞑目。是安尼啦，头先哈，今天在台北市发生了一件离奇的抢劫车祸意外，一名蒙面歹徒劫车抢劫，为了闪避大型车，所以造成了翻车的意外。那这名歹徒呢，与一名越南籍的女子都已经伤重不治，而目前这个大型车的驾驶只有受到轻微的擦伤。但是警方呢，却发现到说，歹徒他所抢劫的这台车子哦，刹车线呢是之前哦就已经先遭人家剪断了。那警方呢是怀疑说这件意外其实并不单纯，所以正在深入调查当中。这东阿叔，一定是恁阿兄家掉。你看，我讲了无唔对吼，伊伫遐咧亲手动手，果然是想要让你做伙灭口。我刚才只把我听你的话，只不过是对阿狗较歹势，害做我提醒你。要来无，今日死伫车顶的人哦，一定就是我。哥，我阿明啊，我来替我抬一个人，但是来成功了后，我有你一百万。天明，恁阿兄心肝这么凶，既然想要送你灭口，都无这么简单会放过你。你放心啦，这代志我早都封闭啊，今摆又禁锢在我手头。既然你先对我无情，唔爱怪我对伊无义。你是谁啊？哪会不讲话啦？你今日看到死去人不是我，是不是感觉都失望的？天明，是你哦。你的心肝是条够乱套的。你要害死家己的某，今天你跟家己的亲兄弟，你来歪放一耍。
啊，唔着好佳哉，我今日找一个替身过去。今日无我即马，都无我到第一只贴传你的真面目。天明，你误会啊啦！你别讲想要骗我，你直接当作我是白痴哦。你就是我过来听你的话。你讲，你为什么明白该当我耍高等？听我阿你讲啊，即马保险公司哦，有一个要当我耍的代志。这代志哦，规件拢计划好个啦。啊，保险金领无啦，我最主要目的嘛是领保险金尔。我厝找家己麻烦，要创啥啦？我无管遐尼多啦。辉弟，我答应你个代志，你做我讲。我即马要摕到我应该摕到钱。你放心啦，我讲要给你哦，绝对给你啦。啊，不过即马保险金还没领到，我个公司财务有问题。我来报警。我保险金来领到。我亲身送500万去给你，500万，我跟你讲啊，我应该变主意了，我这么爱2000万，2000万，无你想哪，恁偷钱过少，干嘛呢？啊？我某明仔载免上，我会叫伊开车去甲摕物件，我爱你制作一个交通意外，交通意外，这是车的损失。这是麻醉药啊！你把这麻醉药啊，倒去手边啊顶，遐有阮某上车了，你着用手边啊来后面吹。无偌久伊着昏去啊。安怎？你啥物时阵透落去？这无重要。昨下要讲的，才是重点。你拢爱听我详细。我敢若予你12点钟的时间去经济，明仔中昼1点之前，我咧摕2000万。在广大，假使你若是无提钱来，这后果，请你家己负责。天明，天明，这应该不是假钱吧？你不要拍去看卖啊！多谢你呢，阿兄。这是你要订的物件。你无搁卡币啦？你放心啦，我无参与你安尼卑鄙。你是不是想要知影讲，我是安怎看破你的脚手的？原本哦，我是真正无想遐尼多啦。伊也唔讲吼，是心仪对我提醒的。伊讲红莲之心哦，不可无，所以我们甲另外找人去，而且佫事先偷偷啊录音。好啦，你可能爱你伤大，才会成东成西啦，莫想遐济。以后代志若成功了，我要讲给你500万。绝对好的。花盆这家辛苦哎，咱再保持人，我先来走。虽然讲咱两个合作已经破局啊，杨国金啊，嘛算讲咱两个目的都已经达成啊。我有这笔钱，我用去走去国外消耗一段时间啊。啊，那你呢？阿兄，我着祝福你早一日会当摕到所谓保险金啊。我先来走啊。
原来方天生第一幕还没死之前，就已经替伊投保几落千的保险，还佫有车的动画线，予人加长的疑点，伊涉嫌的可能性应该真大。报告所长，这是你要来的资料。方天生以前捌出过一个冤的事，而且第一五年前，都是因为亚速滑车意外死亡的。嗯。迄当阵，伊嘛替伊的某投保足悬的意外险。足拄啊好的是，这两边意外发生的时阵，方天生公司拢有资金方面的问题发生。看起来，我的判断无问题。小张，是，加提去考笔去。是。喂，嘿，我是啦，安娜，伫山区发现两个尸体，好好，我知影，我随过，吼。包组长，这个查甫尸体的身份已经调查出来了，伊捌有找到的前科，并根据指纹的比对，查出伊的名叫做方天明，是方天生同父异母的小弟。啥？是方天生小弟？那另外一包嘞？是查甫还是查某？另外一包是查某的，伊的身份还未调查出来，啊，不过两个人的身躯顶拢有致命的刀伤。正判断应该是被人用同一支刀刣死的，而且死亡的时间非常的接近。喂，嘿，啊我是，安怎？分局内底有收到什么？甲命有关的快递包裹？哎，组长，组长。啊！你才叫我来，是差个什么差事啊？今日我会叫你来，是因为阮警方认为你有涉及害死恁某的嫌疑。我，组长，你是咧滚三算笑哈？我哪有可能害死阮某啦？那是为着上亿保险金，都有可能。你是了白讲啥？因为我查到一项代志，就是第五年前你头一个外人某是意外死的。五年后，你第二个外甥母，阁是意外死的。这两边拄仔好是你的公司财务发生问题的时阵，你敢无感觉这个时间真拄仔好？你莫凊彩讲吧。我第一任的母是因为洗身躯亚速滑车中毒死的呢，跟我什么关系啦？搁再讲，我甲你投意外险，安尼你就无去报告，讲我安尼个害死哦。好啦。今仔日，阮发现你小弟被人用刀刣死，尸体等在芋头山区。这件代志，你敢知影？阮小弟，阮小弟呢，十几年前吼，就甲阮厝断绝关系啊啦。最近我也无甲伊联络啦。搁再讲吼，阮小弟是佚佗啊，无一定伫外口含佚佗啊小弟刣死啊。你确定你甲伊完全无关系？无。今仔日我们收到一个快递包裹，你想要知影内底是啥物吗？快递包裹，小张，是。小张，我某明仔载要上，我会叫伊开车去甲摕物件。我爱你制作一个交通意外。交通意外？这是车的钥匙，这是麻醉药啊。你把这麻醉药啊倒在手柄啊顶面，遐让阮某上车了，你就用手柄啊来后面吹，无偌久伊就昏迷啊。阿张，你哪只？方天生，这款录音带是方天明伫死之前寄来警察局的。
你有啥物话好通讲？即马证据拢有啊，你唔免阁辩解啦，紧认罪啦！无唔对，阿门开的车，伊个档案又是我放掉的，这拢是我个人后悔。我为着要救公司的财务，所以我制裁伊话，害死我两个越南的某，去领保险金来还债。我本来想讲，要害死所有知影，无想到我小弟这么巧，阁会去找一个替死鬼。那呢？你小弟是安怎死的？伊看新闻了后，知影我要害死伊，伊就甲我跳破面。提亚未出代志之前，事先落好的录音带，来扣下我2000万。我钱花了，愈想愈唔甘愿，我就去找伊。奇怪，那门内无锁。心怡，心怡，阿兄，你哪里这？阿兄，你是当时来的啊？你是想要创啥？啊！啊啊！阿兄，你有够强的，心怡，伊会帮你耍，伊一定会听穿你的计划。你也无同款，你用老爸啊去陪伊。听到我秘密人死，我怕相克做起我计。我甲因两个人尸体载去山顶抬起，但是你煞无想到，你把钱交方天明迄个部，伊就已经将copy的另外迄录音带快递到警察局。哈！这就叫做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既然你已经认罪啊，阮即马就以杀人的罪名。将你抓起来，阿文，其实今天的故事留给大家最大的省思，莫过于外籍新娘在台湾的人权问题。少数的台湾男人千里迢迢娶了外籍新娘，却把他们物化了，认为呢是自己买来的婚姻，理所当然在缺钱的时候也可以拿来换钱，这样的想法实在是很可恶，也不是社会所容许的。所以借由今天的故事，要提醒观众朋友，尤其是台湾的男人，如果你想娶外籍新娘的话，也要记得一定要尊重他们，毕竟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。纷纷见人性，渺渺是关键。观众朋友，谢谢您的收看，应小薇祝福您有个愉快的夜晚，晚安。